八个已经没了吧？这八个。打把鳄鱼啊，还是个强攻鳄，直接干吧，这就一级学的 Q 交闪了，可以。死了，我足足 A 了他10下，你们发现没有？我感觉玩国服玩的好流畅啊，昨天玩的韩服稍微有点卡，稍微有一点，回家了。没有，没单杀过，但我其实没有发挥我真正的实力啊。他们这常年打比赛，这是都是有备而来的。我们这不怎么打比赛，缺少比赛经验，并且跟他们玩的稍微有点紧张。我应该只发挥了70%，连80%都没有。你要说我不直播，我跟他打，我能90%吧，差不多。咱要直播跟他玩吧，稍微是有点紧张，你知道吗？把这鳄鱼技能给他骗了，回家了，这就回家了，让他回啊！我应该是自动攻击没开。他回家，我们也回家吧。被飞客单杀大意了。他那婉猴，第一波不是 E 我了吗？正常人婉猴的技能十几秒吧，我记得好像11秒，不是13秒。那个 E，这个人好像是主 E 的，是不是？他是不主 E 的？我没寻思他能主 E，你知道吧？我刚好最后一个兵，可能他 E 好了，他肯定是主 E 的。他那 E 的 CD 太短了，他100%主 E 的。我没见过那主 E 的，谁知道他主 E 呀？我要知道他主 E，我就不上了。这就是还是让人给套路了，你知道吧？让人给套路了。我 W 干嘛的？他根本没有给我放 W 的时间，他就一完我晕完掏了两下，也不掏了两下，他就掏了我一下，就 Q 了我一下，就直接抱我起飞了，我都没法动。我不是说不摁，鳄鱼晕我的甲猴可以啊，对下一。A 打破六阶双 Q，老鳄鱼，想杀我老鳄鱼，那不行。哟，挨打吧，溜走。哎呦我天哪，老螳螂，吓人！
你居然想杀我！你就是这样的吗，兄弟？你居然想杀菲克的对手，兄弟！你我说你实话，你有点膨胀了。连菲克的对手你都敢杀？炮车你都不吃，真猥琐呀！我这一看呢，昨天为什么不带点烟？我跟你说啊，如果我带了点烟，对面的打野稍微针对我点，我要是死了，我跟你说，我的兵我都补不了，那得亏经验亏的特别多。你得想想这个问题，你到底能不能先对线儿，你知道吧？还怕对面打野针对。哎，真是太猥琐了。再推啊！这不再推呢吗？哎，我应该死不了，没事。回中路去吧，中路不守啊，风魔剑魂，那老螳螂跑过来了，交闪呢？老螳螂又送人头啊！老螳螂，回家了，无敌了，可写战斧了。TP 没问题，别传送资源就好了。这不是想着赢吗？想着我这个人他就是一个团队型的一个人，你知道吗？我肯定是奔着赢去的，后来我感觉好像我们有点想多了，确实有点不太好赢，有点厉害啊！谢谢兄弟，他骂我，他骂我干嘛呀？我都四杠一了，拿个红没毛病的，兄弟，你给我这红 buff 吧，我能这个杀着鳄鱼杀多几次，怎么骂人呢？这就不对了啊！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哎，我这会死，给我砸死了。也行吧。现在我就是有一个问题，你说这可血战斧，我们到底是快点用还是慢点用？
到底是可血战斧上来直接啪就给他甩了，还是说等一等呀？可别扯淡啊！可血战斧怎么给卖了呢？铁板鞋呀，慢点用。那万一那个人他闪现或者是位移了，你打不到了，你怎么办？整个铁板鞋，扣一下 ，EA 可血战斧走，死了。他跟我秦王要上柱了。还要上柱了，小伙子。打团找机会用，打团战的时候可能最后用会好一点。但是那样的话，我少用一轮呢，有可能啊。我要是最后用的话，我就少用一轮就难受了呀。这个可血战斧，我说实话，它这个 AOE 的范围它并没有那个以前吉亚马特的大，这 AOE 范围不太行。防御塔筑层即将脱落，我们家人有点狠啊，推没了。维恩被小黄毛单杀了，满血呀！哎呦，致命点烟，加血不加血就算了啊，不加血就折磨他。有个哥们说，其实都是顶尖主播的话，配合小点好点感觉有机会的。你在做梦是吧？你是不是在做梦呢？我们这个小破队要跟人的职业的比呗。纯属那是在做梦，那是。有可能我们能打到30分钟，他想赢，说句实话，费点劲。人家不放水，你根本就赢不了。不得不说，这飞可实在是太装了，哼，在我面前。这样事儿，我实在是忍受不了，你知道吗？本来我们制定的战术是我们这样事儿，让对面上头，后来发现不对劲儿，让对面让我们上头了，你俩这都得死，先杀吸血鬼啊！等他先吸完，好 ，E Q R 转起来 ，W 一手 A 接 Q 接转起来接那个和血战斧走位 E A Q A 一刀，再 A 一下。咱就一个小娱乐赛，随便看一看得了。打肯定是打不过的。
我应该闪现抢着蛤蟆的野怪。我让你23个头就零就一个助攻，还拿红还骂人。我回家了，拜拜。我溜团团玩的已经很好了，我觉得这泰坦说实话已经很给劲了呀。这双 buff 不想要了是吧？一个 Q 我藏不藏，你敢一我的脸儿，小伙子，你知道我谁吗？啊，你知道谁吗？我杀过飞客的人，我告诉你，不要太狂妄。和谐战术，我给你个和谐战术。这就是玩辅助都单杀飞客的猴哥吗？没错。哎，对，你这么说就对了，兄弟。